Vogue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淑珍，今天很高兴来到高雄。哦，我今天的任务呢是来担任 Dux 的一日店长。那我跟 Dux 的渊源其实非常深远，因为从我刚出道没有多久，就常常做 Dux 的秀，不管大的秀或是 Flow 秀，做了非常的多。然后我刚刚还看到，就是多年前我常常遇到的 Dux 的小姐，我就觉得好有亲切感哦，因为我们真的一起就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秀，所以我一走进来看到这些格子，我好多回忆哦。